今天要秀这一台 Panasonic 的 NPTA2， 那它是2019年我从日本阿曼带回来的。那现在它有这个问题，接上电源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开启开关，按一下开机，它就会这样子。那机器呢就会开始一直不断的运行，但是它运行并不是真正在洗东西，比较像听起来不像是排水。那你去按这些按键，基本上都不会有任何的反应。那这一台 NPTA2 呢，它是2019年生产的，那现在是2024嘛，所以基本上我已经用了5年了。那大致上工作都蛮正常的，就是这个讨人厌的问题。那要秀它之前，第一个动作自然就是把进水开关给关掉，确保它你不会修一修的时候有水喷出来。那第二个是把它电源关掉。这个时候我们先把机器稍微移出来一点点会比较好处理。因为我们等一下要确保我们等一下施工的区域在这一边。那我们现在要先把这一个饰板给拆下来，大家可以去用一些塑胶棒啊、明信片是什么东西，尽量不要用螺丝起子，因为很容易把东西给弄坏，毕竟它是塑胶的嘛。好，那我们先从这侧边开始。这个因为它是第三次拆的，所以它其实很松，你第一次拆的话可能会紧到不行。那它的拆法比较像是有一个拆法有点难，它有点像是这样，有点类似这边可以往下，就是往下，但这个好像很难去说明，所以你先用手有这个保存。OK， 这样就拆下来了。你们可以看一下它后面放的卡榫，都是这种的，就是这样子朝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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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它这拆下来的方法就是往下，往下才退得出来。那至于它旁边这一个，就是可以去看它旁边，它旁边有一些类似这样子勾着，勾住机器本体，所以就变成说你要先把它绞出来，然后再把它往下拉，你才有办法把它拆下来。这边呢有两颗螺丝，那我们就直接，你看我现在放在桌边就很方便，对不对？就直接螺丝起子是从底下上去，把这两个螺丝给卸下来。这个维修方式啊，我是在YouTube 上面看到的，那其实有蛮多日本人在教这个的，那只是每个人拆法不太一样，有些人会把整个门板给拆下来，那我这个是比较快速的方式，就是直接针对它的问题点去解决。好，那这个时候我们螺丝已经拆下来了，然后你其实只要用手轻轻的，就可以把这个小东西给拿出来。这边有两个像是电极的东西，我不知道它的原理，那可能猜测啦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有漏水的话，如果你的门板没有密合，那这边它是刚好是位在门板的下缘嘛，那如果说水漏上去的话，那它就会导通，那导通的话，那这很多人说，你的门板没有密合会导致漏水，那可能会引发更麻烦的事情，所以他就直接用这个作为一个安全机制。那只是说这个东西它使用久了之后它可能会脏污，所以我们就要可能就像我说的，它可能会因为你的洗碗剂的任何因素导致它脏污。那其实这边看起来是还好，没有很脏，那这只是第一个部分而已。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个带有两个电极的这个小塑胶板把它拆下来了，
那接下来我们要处理的是里面的部分。那我们先打开门板，那这边不会影响到，所以你就放心的把它打开来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把我的相机放到里面，希望拍得到，希望能够拍得清楚。那各位仔细看哦，来，在门板的下缘这一边，这边有一个小小块的，这边有一个小小块的塑胶板，把它拆起来，用手把它拆起来，这样子 ，OK。那你们仔细看一下，这个地方应该会脏脏的，这边。那如果是像旁边那种，它本身是洗剂的，你用溶剂去基本上是清不掉的，那你就是湿抹布把它清掉那种。那为什么要把这条清干净呢？因为它有可能是说，比如说你有一些，你看这边有个胶条 ，OK， 那胶条这边你可以擦拭一下，因为它有可能就是说，那边累积的东西，那边累积的一些没有溶解干净的洗剂，然后导致说，那个东西它凸起来了，导致你的胶条没办法密封，在未密封的情况下，它就有可能导致你的这个水从那个刚才的那两个电极的地方跑下去。那这个小塑胶片你可以直接用水洗，跟牙刷。清洗后我们就直接放回去就好了。刚才上面清洁完之后啊，我们再把这个小塑胶片带有两个电极的小塑胶片给放回去。如果你锁不上去后，你可能要把手从门的侧边伸进去，稍微压一下，因为你有可能上面那个小塑胶片没有对到。好，先这样子，我们来试一下。我们现在就来进到最后一个阶段吧，就再测试一下它到底能不能用。如果不能用的话，我可能要再去日本阿美再买一台回来了。家电有时候就是这样子，寿命到了就是。好，首先我们先把那个净水阀给打开。OK， 净水阀打开了。然后现在呢，电源开关打开。好，来吧，有没有笑着看这一次？有没有发现？这样都是好的，其实是修好的。那我们来让它融跑看看吧。它就开始洗了。这样都是正常的。好，这边就先停下吧。它现在会先排水，然后因为里面没有水，因为它怕你那个打开的时候，它怕你原本里面有水，然后 你突然间就一开，然后整个水就喷出来，所以它有一个这个机制。对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把这个饰板给装回去。那饰板装回去其实就没什么太大的技巧。对，饰板装回去就是这样子，先放到定位，然后呢往上推着好了。就这样子，没什么特别的技巧。你看密合度也还 OK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把这洗碗机推回定位。这样就完成了这次的维修啦。谢谢大家的观看。拜拜。